日前，本分局执行清点专案勤务时，发现本辖复兴路二段一处麻将馆疑似有赌博情势，经专案小组前往搜证后，掌握具体事证，向新北地院申请搜索票获准，于昨日晚间21时许，出动近40名警力前往查缉，现场查获严姓等5名工作人员及28名赌客。现场也查扣赌资20万元，抽头金40000余元，筹码及监视器、麻将桌等证物。警询之后，全案依赌博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